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听我令，今日地主总会做，三魂游动，七魄不休，请四方众生灵斗保庇，予伊邪念不侵。退！你好啊，家仔，我母后搞一招收惊的啦，啊那无，你得爱呆呆讲，坐你啊坐一世人来讲。伟叔哥，我求你心改啦，你莫感动，我感觉你感动啊，目屎强要滴落来呢。是安怎？是安怎方式也要放弃我？你要选择跟庄强生迄个老王做伙，你要做伙结婚？啊，古早人不是咧讲，一不如新，人不如旧。方世尧，算起来我够旧，你应该选择我这前夫才对。对啦对啦，人咧讲啦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旧。俺哥你吼，正经就是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到。俺今次我们在试试咩？手甲手啊，拄啊斗气尔，安尼来甲拍拍会变哪？你卖做动啊！我来处罚我家己，你给我拍！我甲你讲啦，爱去手哦，拍无感觉啊，伊也袂定爱拍心酸的哦。阿哥，我头壳痛啊！啊，对啦对啦对啦，你头壳痛。我那一张红色炸弹，两个爱蹦甲安尼啊！哎，伟叔哥，啥人唔爱换一个方面去想啊？青嫂啊，啥人要送你一支新的手啊？伊就是吼，要让你安尼规张好好出现伫伊的面头前啊。即嘛，你上重要就是较紧做复健，安尼吼，你通摕你支新的手，甲青嫂的手安尼扛起来，啊用你支假的手，甲青嫂的心安尼拉个吊吊吊，知无？是卡在中尾镇啊！今麦我已经失去方思瑶，回不去了。秋已经不是卡在秋，中尾镇，嘛不是卡在中尾镇。今麦我。就算讲手也新，就算讲我规组拆掉，拢总也新，也已经无意义了。神经病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？讲到拢嘴大。社区汽车，我社区妹啊，刚刚得到一个安慰奖，我才觉得，真人一出手，骗子有没有？你生命代志都要做到低保卡住，低保卡住，我讲，我永远不要离开。干嘛呢？要唔过你
自得其乐的功夫，就比我更加厉害啊！你可以当模仿方世尧想一个考题。就我们俩自得其乐，不过自我催眠。我一直就在幻想方世尧起码就坐在我面头前，因为安尼，不过特别是一条，甲方世尧有淡薄相像的挂历。都骗很细。方世尧真正是你，你当时回来啊？我敢是咧喊名。好，爸姐，我知我是不是咧喊名？来，你真正跟我爸来，我跟我爸个这两大人。当然嘛，爸较大人个啊。这嘛吼是要让你停止一时的了，而且吼趁机会报仇。安娜，这理由有够无？过来一遍嘛。有够有够啦，这这啦，当时回来啦，把酒干好，什么时候？你还走来整个饭店？我知，你想过想啊，想要走来这造成我的生意对无？一定就是安尼。No， 你想太多了啦！你一个问这一个问题，我是要回答多少？真在啦！你想要回答多少，你就回答多少。我的目睭前几天才拆散，所以今麦阁有淡薄仔眼光，眼光吼已经好真多啊。这边我甲强生做伙倒转来台湾，是准备要结婚的代志。对了，我请佩佩把贴布贴给你，你给我收着。我交代佩佩贴给你的意志，你已经同意啊？我看看。这款精密的电子手是有感觉的哦，也当防止严重的撞击跟破坏。有可能哦，是你今嘛还阁未惯习啦，杨哥只要加练习，还阁做好个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愈用愈自然。是讲你总会做这么巧，你吼一定会愈用愈顺啦。卖阁讲我巧。你每朝阿妈咧讲，我想要还，我敢真巧巧，我若真巧巧，我当初就会选择放弃，嘛要有小天对我特别细心，这来这去我是真想看，这个最后，我人生中上该珍惜的事，既然你回来。你当个在想，我真就替你欢喜的。张慧哲，咱人生的路虽然已经行一半，了唔过剩了另外一半，袂用个这里干那就放弃哦。人生吼有真多代志，皆当重新来过。拢会当重新来过。那恁你个小弟，咱两个是不是当不好？我已经敢想。毕竟之前你伫我面头前讲甲遮尔清楚，不过小婷咧，
前前草你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伊，你起码要甲庄成生结婚啊，是不是跟我前前同款？连到失去所有人生中上界珍贵一切，我甲最后一场空。我一直叫别别联络你，就是希望你会当慎重考虑。你无要给我机会，讲咱两个家己会当做朋友，这我真想。你真正无需要找一个人证明给我看。我嘛知影对你真好，不过对你好的人实在太侪了。假使讲对你好，就会当对着你的心，我会当保证，我一定会当做到比任何人更好。今嘛，咱的蜜豆冰，咱过去一次，我敢来肯定我是我。你看哪个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咱拢有小熊这囡仔，这份关系是永远拢是袂断的。就算讲我叫强生，伊永远也无法度取代你的位置。那你小婷呢？小婷的位置什么人当取代？伫个我去美国进前，我就把我的心内话当作录在录音笔内底，交予小婷。我去美国拢经这么久啊。各位都没回答我，叶大，你给叫清楚，是不可能啊！因为真正提到你的心的话，伊一定会走去美国找你，因为伊跟孙建廷，伊两个已经离婚了。就在你飞去美国没多久，伊两个就离婚了。小婷这摆传两个囡仔大在社卡。俺哥嘛唔知安怎，加上最近发生真多代志，小婷的妈妈，加上阿妈拢不美。小婷真啊真辛苦，伊唔来遐做工课，快带囡仔，快关心伊阿妈伊妈妈。小婷外表是真坚强，不过我真正唔知会当经熬过。咱能了解小婷，讲真呀。小天熊该需要是一份心灵的挖苦。是啊，这份挖苦只有你会当回。你放心嘛，我会找机会去了解阿妈还有阿姨的状况，看有啥物需要我到上个所在。妈甲小天的妈妈因病当然真重要。不过对小婷来讲，伊的心嘛需要有人依依啊。阿姐，我唔知影你甲小婷的未来到底会变作什么款。我真正就希望恁两个会当面对面，坐落来将所有一切讲个清楚。安尼，就算讲最后你坚持要嫁予庄成生，我相信小婷会当谅解。野心买到红口对吧？庄先生，你讲遐尼侪话，袂嘴大啊？边个有那么油气啊？